and make it, make it good and really fine. Without bad people, without daddy, without me, without everybody, but we do as we please when the weather's fine.啊！哎，皮生，皮生，眼镜儿，快出来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们看，这有什么不一样的？这没什么不一样，挺好的。哦，仔细看，裤子有点毛病。老爷们了。哎呀，不是裤子，仔细看看。医生，不是我，仔细看。不是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大清早上瞎折腾什么呀？你反应可真慢点这还有一个比我反应还慢的。对呀、啊，他每一次都慢好几个节拍的啊！哎，你干什么眼镜？不是在戴吗？你劲儿怎么这么利索呢？你这是往哪儿办呢？你？我那个回你哥家吗？打死我也不回去。那你房东叫咱办，咱都不办吗？再说是咱先违约了。什么违约？不是卫生有这么一丁点儿的不干净吗？什么一丁点儿啊？你看这还有，瞧这俩现象，就你谁敢把房子租给你？哎，你还说我不就是因为你把尿尿在冰箱里，房东吃了没有？这当我没说。说了就是说了，怎么能算没说呢？行，那俩什么意思？到底办还是不办？不办不办就不办，我看他能把我怎么办？对，我也不办。咱俩再当钉子户吗？对。就当钉子户，我钉死他，不就是个保姆员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上个电视吗？我听说他这个人呢、啊、超级自恋啊，整天在电视上跟人联系啊，耍什么大牌呀、啊、你说啊，我看了电视我就吃不下饭，就是就喜欢让人叫他什么哥，真以为自己是大哥呢啊。哎呀，我一听别人叫什么哥，哎呀，我就想呕。该你了，眼镜，就该你了。该我什么了？你说该你什么？你平时怎么说的？就是你不是说他什么小眼聚光啊，上节目就喜欢看身后的美女，说话还哎，结巴。我没说，你没说。你我们俩是聋子，还算了，反正事情到这个地步，你有什么这个阶级仇民作恨，你都一股脑子把他清了吧。我不恨啊，咱俩不给我。还装，你装什么装你啊？你不是说他平时生活作风有问题吗？对，我那个说他那个，工作风格啊有点问题哈。啊，这么个作风问题啊？你看他又当主持，又当导演，又当编剧的，他工作时间长了哈，身体肯定那有点问题。好眼镜啊，你看口是心非，就是啊，就是气死我了！这眼睛说的太。说的对呀，多么好一个同志，是不是？那个又勤奋又有专业的啊，就他主持节目，哎呀，太好了啊！就以他的水平，最起码应该上个省电视台什么的啊，不是那个，最少应该是中央电视台。啊，我明白了，你在这说反话了。对，上中央电视台去看大门，看大门人家也不要他啊，就他那样可会装了，你才50多斤时就戴个眼镜啊，还没事还经常做这么个动作。啊，你以为他在那儿思考呢？他是在那儿想今儿晚上和哪个小妹去吃饭呢？玩鱿鱼啊！啊，玩鱿鱼啊？对呀，玩神神的时代已经结束了，现在不都女的装野蛮嘛，野蛮女友，男的就要玩鱿鱼，鱿鱼王子，连看个晚报都要鱿鱼一下。啊、哦，萝卜又涨价了。哎，你要是看见房东啊，你就看见不要脸的本人了。不是，咱房东至于成那样吗？怎么不至于啊？一个字走两，一个字滚，两个字走人。谁不知道一个字是滚，两个字是走人呢、啊？上韩国回来，我要倒时差，这一个小时你倒什么时差？装什么大班算的啊？啊，还有这搬家就搬家吧，这满家贴金纸，纸上写个搬字，这什么意思呀、啊？啊，你们俩怎么了？看看都欺负他，都欺负哭了啊！我就不明白了，啊，他是怎么进来贴的这些纸啊？没有这个。你怎么用我们家的钥匙？去哪儿？上厕所，头疼了是吧？啊！你们今天见到不要脸本人，啊，那就是我。
那叫我爹。你大哥，别叫我大哥，继续叫我保姆。不是，你这礼也太大了，我受不起了。呸！丑恶，太丑恶了。我把这公寓租给你们900块钱，然后又600，然后300，有时候连300你们都不交，你们觉得我还能继续把这个房子租给你们吗？啊？啊？好，行行，阳关大道、过街天桥、斑马线，你们选择吧。那俺是走阳关大道啊，还是走那个什么什么桥？什么什么桥？门口这个过街天桥忘了跟你们说了，刚刚拆了，你们还是走你们的斑马线吧，好不好？这么说，你真的不租给我们了？真的，肯定，肯定，真的肯定。我还说假吗？真的肯定。还有保姆员同志，那不要生气嘛，消消气。我生什么气？我起码我受过高等教育，我有涵养，我生什么气的？那既然这样，我们什么时候搬呢？明天，明天是吧？嗯 ，OK 了，我们还要开个小会，您先走人吧。我走。好，走就走，好好走着，别让车撞了，花盆砸了。你这个胖子啊！好，哎，既然搬走了，我们可还是朋友啊！哎，没时间常来坐坐。没时间，太丑恶了。哎，你说的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呀？对呀。过分一点也不过分，对付资本家就得这个样子，让他知道我们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是什么样的。那咱们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房子还不好租吗？能找3000块钱这么大地方房呢？哎呀，还是睡过街天桥吧。不是撤了吗？睡斑马线？嗯，还有点危险啊。开门。事了，我听说。哎呀，攀岩手艺啊！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了？我没事儿。你又要自杀了？还不于自杀嘞！啊，皮生，什么情况？哎，简单点说，我们是被房东撵出去了。啊！哎呀，玲玲，你聪明，你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。什么？撵出去？房东撵你们？对呀，难道还是俺撵房东吗？啊，笑话，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这都下通缉令了，明天就搬走啊！走，我哪儿走？啊，不好意思哈、我这一激动，把家乡话都说出来了。房东那是不想混了。哎，玲玲，你那么大火气干什么？消消。啊，溜他去！去去去，起什么哄？缺爷还打这个呀？你们俩哈，说皮瘦的猪脑子，还真对不起你俩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啊，你们要是搬走了，这非常公寓谁来演呢？啊？啊？你们知道现在的非常公寓收视率多少吗？啊？以前是多少？从一开始的零到现在的4.8呀，4.8什么概念呢？也就是说120万人，25万人在看呢，知不知道？你以为房东靠什么生活？还不是靠你们？啊？现在谁不知道非常公寓？啊？谁知道健健、眼镜还有皮少？啊，那皮少虽然知名度没有多少，他也混个脸熟，是不是？这要你们搬走了，这房东不就下岗了吗？哎，刘亮，是你的台词吗？这是台词？什么台词？啊，说到台词我还生气呢。这刚开始不是有4个主人公吗？啊，你还有你，不是还有小保姆吗？啊，小保姆在哪？在哪？气死我了！不是让我演什么传销的，就是让我演什么巫婆啊，还把我这个漂亮的脸蛋上还顶个痣。最可气的就是这好不容易安排个角色，还演什么女朋友，这演谁的女朋友不好，哎，你演皮少的，这明明知道我喜欢的是眼镜嘛。好你个亮亮。皮少，这我就得批评你了啊，你下手也太狠了。对呀，就是美国打伊拉克也没有你那么猛啊。打的那血印子都在脸上。皮少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这样啊？我生气。生气生气，你也不能打自己啊，你看打的。就不能学学人家眼镜？我学到了，这人生气的时候从来都不打自己。那他干什么？撞墙。没说没用的了，快先让房东的事儿吧。哈，对哈。好像玲玲刚才说的有点道理啊，咱要是都走了，他自己演呢。也是啊，哎，
你看我现在一上街啊，好多人都认识我啊。哎呀，拍照拍的手都酸了。拍照也能把手破散呢？我还不知道吗？帮人家拍照拍的呗。一看就知道人缘好嘛。就是。哎，胖子你呢？啊，我手机上也算，我是签字签的。啊，还有人找你签字啊？那当然。哎呀，天天找人打借条，可不签字呗？去。哎，眼镜，有人找你啊？有啊。那干什么？我爷。啊？就是他们一看见我就跑过来，爷。啊，就这过夜呀？行，一会儿房东回来了，快想想怎么办吧，哈。怎么办？就不走。哎，不是说他不敢撵咱们走吗？对呀，既然他不敢撵咱们走，咱们就偏要走，看看他怎么收场。他要是非得撵着走，这怎么办？哎，兄弟，相信我，没错的，我都能知道他一进门要说什么。是吗？说什么？哎，怎么还没走？非得让我说出那个字吗？哎，我配合一下。来，大哥，俺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消失吧。那俺走了。走吧，我们还要开个小会。我走了。走，慢点走啊，不要被车撞了，不要被花盆砸了。虽然你们不在这住了，但是我们还是朋友啊，没时间常来玩。没时间怎么？哎，不对呀，你这不是学他，你这不学我吗？甭管学谁，他肯定会这么说。那他要不这么说呢？那咱们就这么走。不会，他肯定会觉得你们会求他。我们就不求他，看他怎么办。接下来呀，他肯定会说等等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留住你们。好，根据我对房东的了解，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。他要是不说等等了，我有办法呀，我把电话留在这儿，找借口回来不就完了吗？高，实在是高，我越来越佩服你了啊！你连房东都不怕，就他小样吧，他怕我还差不多。夜初上你在想快乐到底是什么样，霓虹旁我在想快乐就像是一块糖，你在想我在想花花世界总是太匆忙，你在看我在看看来看去怎就变了样，他是你的是我的是当我就是天的，是你的是他的是我们总没错的，是好的是坏的该来的总会来的，吵着再吵着我们一直在吵着，我问你你们这儿的天儿好吗？那这个天哪摇烂摇烂的，我问你你们这儿的海还美吗？那这个海呀我问你你们这儿的人们怎么样，妈这的印章全好干活。我问你哎什么是干活？干活就是白说没用的哈，再弄一点来。就像一缕阳光，阴影后的路旁好不热闹，人来人往，我走在大路上繁华世界要耳尽清唱，不用看不用想简单才能快乐就像糖，是你的是我的是糖的就是甜的，是我的是他的是我们总没错的，是好的是坏的该来的总会来的，等着再等着我一直在等着，我问你你们这儿的苹果什么颜色？哪这个苹果呀是通红通红的，我问你你们这儿的梨它好吃吗？哪这个梨呀刺儿刺儿的，我问你你们这儿的糖果它甜吗？咱这个糖啊是细甜细甜的，我问你哎
什么是细甜细甜的？细甜细甜的就是自个儿咋吧去吧哈，都悄悄的哈，糖果绝开死了哈。